大家好，我是小燕，欢迎收看我的美食日记。风和日丽的时候就爱骑摩托外出，看看佛罗山杯的狮头喷泉交通圈，是很有历史背景的百年地标哦。来佛罗山杯咧，不要只是吃喇沙。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平日常光顾的美食——福建茶。哇，90年有了。哦，很久了哈。很久了，但是他公公几岁了？那90年。哦。哇，20年哎。我们他好。三胎了。他们家的福建茶有喇喇、猪肉片、虾、菜心，还有鱼饼，材料丰富又新鲜，吃起来超级鲜，又有点香辣，很开胃，很好吃。喜欢吃海鲜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咧，他们不同时间会在不同的两个地方营业哦。星期一到星期四会在 BB View， 而星期五到星期天会在巴萨。到底有多好吃，看看盘子就知道啦。喜欢我们的分享，请给个爱心哦，拜拜。